you! I'm so dumb, you're fucking faggot. Put your hands on me.等一下，这得拿去。哦，好。哎，记得到时候走之前碟子都洗好啊。哦，好，知道了。谢谢老板。老板。谢谢老板。哎，手怎么那么滑呢？ 没事儿，他就是有时候工作压力太大了。你还给他找借口，他都对你动手。女人都有保质期啊。 年轻的男人喜欢年轻的女人，年龄大的男人也喜欢年轻的女人。当初的梦做够了，该面对现实了。不说我了，你呢？工作怎么样？好不容易找了一家餐馆，愿意雇我的，结果。 老板是个色鬼，那你还不赶紧辞职？看这综合要搞什么呀？ 我想他的意思是说要把所有非法移民给搞死。那整个假结婚不就得了吗？哎，你会说吗？你知道搞假结婚得多少钱啊？5万。靠，这么贵。对。哦，温特，你是打算留在这边了是吧？嗯，我还不确定呢。我们来这里很多年了，当年啊，可比现在容易多了。嗯，我现在有个朋友啊。 不仅搞移民搞了1年多了，那个绿卡没递下来。我估计您朋友悬了。我听说昨天有一个新政策。哦，那个我有看，就是说你没有那个身份来生孩子的话，孩子不会要美国护照。对对对对对。哎，老板，你在说什么啊？嗯，我们闲聊而已。老板，时间刚回去了。最近有什么新新闻啊？美国护照。 美国护照，那个新闻在讲啊。哎，Winter，吃完没有啊？嗯，现在厨房缺人。来了，等会我先去干活吧。哦，好。I'm here. Okay.
再洗一下。回来了，嗯，今晚上我做饭，一起吃吧。好。哎，你今天不上班？今天不上班。啊，我前两天收拾厨房。锅给砸了，你自己小心一点儿。今天天真好啊，姐。嗯，你当初为什么想来美国呀？当初没想这么多，就觉得美国挺好，希望自己能嫁个有钱人，顺利拿到绿卡，回国让他们看看我在美国混得有多好。怎么了？干嘛这么问？我打算回去了。回去？这么突然？也不算吧，就是想家了。那刚好，回去跟父母过个年。姐，不如你跟我一起回去吧。我就算了吧，倒是你回去了，记得常跟我联系。我先进去了，我帮你。不用不用。好，老王，带他去熟悉一下环境。来，过来吧。护照之前不是一直您压着吗？我能要回来吗？
怎么？想辞职吗？我爸爸生病了，家里没有人，我想要回去照顾他。哦，那小班呢？好，谢谢老板。啊，老板，我们先走了。老板，我的护照。哦，在柜子里，你自己去拿。护照我可以给你，不过你要帮我一个忙。你有你想要的，我有我想要的，咱们各取所需嘛。操你妈！